OK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绿野仙踪二代的道具的使用方法。就是说当您收到货之后呢，就是这样一副扑克牌，看似与普通扑克牌是一样的，它其实是特殊加工过的。它跟这个一代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呢，也是擦了这个纸滑剂。就是说呢，它这个呢是牌面，就是这个牌面，两个牌面有数字这一面都是擦了纸滑剂的。使劲擦这样根本是擦不开的，只有你轻轻的这样一推就开了。整个一副牌全是这样，全是这样，都是这样牌，有数字的这个牌面是擦了纸滑剂的。就说呢，您当这么摊开牌，使劲摁着摊开牌是没有问题的一副扑克牌，看似就说感觉是牌背，牌面是在下边。接着呢，就随便去选张扑克牌，选牌的时候呢，你选哪张就是记住的数字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是记住个五，一二三四五，第五张就是你选的五。轻轻一推就是梅花五，但是你使劲推是根本推不开的。你选比如说选一个红桃五，你只记住这个黑红梅方，就是梅花，对，这是梅花，梅花跟方块是在一块的。那么整个一副牌你摊开，这边就是下边是方块，上面就是梅花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从这边就是开始，十三到这边就又是十三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三二一到十三，到十二，到一，是这样的顺序。就是呢，这是梅花跟那个方块，这反过来就是黑桃跟红桃，黑桃跟红桃。就是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是这样排的。接下来呢，随便说个数字，比如说红桃八吧，你看红桃八，只数这样一，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完了再数。第八张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当数到第七张的时候呢，把第八张轻轻推一下，红桃八就出来了。就这样，记着把这牌所有的牌都要使劲的去推，不要轻轻的推，一轻轻一推就开了。所以说你选红桃八的时候呢，使劲推，一直推推，把前面的使劲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当推到第八张，推到那个八的时候呢，轻轻一推，它的红桃八就出来了，拿出来再给人家检查一下，没有问题，把整个整副牌推平就可以了。